现在穆星辰已经劝你一命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。多谢义父，义父，那您的圣果我已经拿到了。那星辰呢？星辰在哪儿？ 星辰，怎么了？星辰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了，没事。 这边，叔叔。叔叔，天瑶的事真是多谢你了。不用跟我说这些话，但你要记住，你答应过我的事情，照顾阿瑶一辈子。嗯，上官叔叔，您来了。云长。 天瑶的病，叔叔给治好了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上官叔叔，银流社已经没办法再云海市再待下去了。宋子清和大山君都不在了，我们只能回日本了。谁说我不在了？ 您终于回来了，您中的毒怎么样了？我的毒已经彻底解了。大将军，只要有您在，我们引流社就有希望。宋子清被抓了，你们多派些人手来，我们去劫狱。 怎么回事？他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根据我们警局的眼线说，他在警局发病，被送去夜市医馆，据说是毒发身亡。不可能！他毒还没完的事，怎么会死？一定是有人杀了他。戴胜军，宋子清一死，他所控制的那些商人。 都被叶家大小姐叶云长所知道了，再也没有人听命于我们，我们的任务失败了。这次我一定要把云海市陷个天翻地覆，所有敌人全都杀光。看一看。 挨家挨户的搜，是，先等等，把住校山谷叫上。好，走。看一看。
你们是不是进了那个老宅？我们只是想帮文轩查清他母亲的身世。您是不是想用那枚圣果复活曾舒雅？ 事情就是这样，看来是文轩误会你了。我不想文轩牵扯进来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告诉他。但结果还是被他知道了，还让你们参与其中。那您为什么不赶紧用那枚圣果复活曾舒雅？ 上次救小蝶失败，所以这次我一定要小心点儿。我想等我功力恢复以后，再用青囊术加上圣果的灵力来复活舒雅。文轩中茯苓草的时候，您为什么不救他？当时文轩很冲动，我给他输入灵力的时候。 被他赶了出来，我本打算等他冷静以后再回来救他。没想到你已经渡饮了茯苓草，这种茯苓草每渡饮一次就会多一分凶险。现在天瑶为了救你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。 这种女人，你要好好珍惜。听见了吧？ 让你好好珍惜。娘。 不明不白，我也没能替您查出真相。孩儿发誓，一定会替您报仇的。
你是谁啊？舒雅。阿青。谁？娘。她就是文轩。你的孩儿文轩，你是文轩，娘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您居然活过来了！你都这么大了，当年到底是谁杀了你？当年，当年娘记得那天晚上，你还在熟睡。娘，杀你的这个无面人到底是谁？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那个人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，别提了。我们先回去。回家吧。等你们很久了，你想干什么？杀了你！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你们赶紧走，不要管我。不行，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好，我今天就送你们一家三口一起上路。引。星辰，你不是要挑战云海市所有的高手？早就想找你试试了。你来的刚好，就是因为你害死了宋子清，我今天要把你们全都杀了，以宋子清报仇。怎么样，阿青？你没事吧？
文轩，你现在出门回去吧，我给叔叔疗一下伤。阿晴，那多谢你了，星辰。嗯。阿晴，你小心啊。好。娘，放心吧。叔叔，这个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但回去还要再处理一下。星辰，希望你对今天的事能保守秘密。放心吧，叔叔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叔叔，叔母既然已经复活了，叹什么气啊？上次复活小蝶本来是可以的。但是我意外发现，他体内有颗钉子，一定是有人阻止我复活小蝶。叔叔，我倒不是想劝你什么，但叔母既然已经复活了，好好跟他过日子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和曾淑雅只是有名无实，表面上的夫妻而已。那个上官清，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还滥杀刘英，所以我就为民除害，却发现他是一个政府官员，所以我就利用他的身份掩护我自己，等有机会再去复活小蝶。没想到曾淑雅复活了，小蝶永远回不来了。原来你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没错，可是如果没有他，我跟你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。再给你买点别的吃。我不想吃，你不要整天想着吃吃吃，脑子里想点其他东西行不行？哎呦，我最近一直在查达山传阅的案子，忙得没时间吃饭，陪我吃一点。我就是心情不好，出来走走，你不要老是跟着我，烦人。哎，云长，别跟着我。哎，就哎，别跟着我。哎，云长，走吧。哎，过来，左边点。哎，云长，告诉你别碰我啊。哎，好了好了。烦不烦啊？你乞丐！看一看嘞，看一看了啊，进去吧，看一看吧。你随便选，我送给你。买一个吧，小姐。哪个好看？啊，都买了呗。刘社也太嚣张了，连我的人都敢动。是啊，局长，咱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才行。达山传阅就是他们老大，只要抓住了他，影刘社就不攻自破，不然简直就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下去。是。
别告，祝小山有重要情报找你，让他进来。进来，哎哎哎，局长，我有个情况要跟你汇报一下。说，前两天有一群日本人突然找到我，说要跟我合作，还说要给我一笔钱。我就在想啊，会不会是影流社的人呢？关键是今天他们又纠结了一帮人，说是要密谋一个什么会，让我也去。 今天，请诸位来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大家。这次我们一定要反攻市政府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不重生，就毁灭。嗨！ 云长，我有好消息要跟你说。曾舒雅吃了圣果之后复活了。圣果真的有这么神奇啊？叔叔一家团聚了。之后我有时间会去拜访一下伯母的。星辰，你回来了，我想请你吃饭。 我听说新开了家餐馆，挺不错的。你身体刚刚恢复，就别去了吧。我都闷了好久了，早就想出去走走了。那云昌也一起去吧。我就不去了，医馆里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。医馆这么忙，云昌得留下来照顾病人。再说了，我是为了报答你才请你吃饭的，怎么啦？不愿意啊？不是，云昌。 旧天瑶，你也出了一份力，一起去吧。啊，好，那就一起去吧。想不到我到。啊。 大哥，嘴还挺硬。哎，你们影流社已经被我一网打尽了，还是老实一点吧。我作为失败者，已经生无可恋了。杀了我吧。你作恶多端。
杀了那么多人。想死啊？不行。齐飞，在。再让他好好享受享受。是。好，请问哪位点餐？我来吧，他们都不太懂英语。不用，我来吧。好的，谢谢。要三份牛排，再要一个这个套餐。好的，谢谢。安瑶。你什么时候也懂英语了？啊，闲着没事儿自己学的，本来以为出国才能学会呢，不过没想到这么简单。很厉害。经常吃西餐啊？对啊，我吃西餐很奇怪吗？没有啊。星辰，我问你一个吧。啊，星辰，来。虾好吃哈，来，哎来，对，再来一块这个吧。你再吃一块牛肉吧。星辰，来，这个好吃，张嘴。这个虾好吃，来再来一块这个吧，这个好吃，张嘴来。你们先吃，我去上厕所。如果真的是你救的穆星辰，我别无怨言。就算你们在一起，我也会祝福你们。但如果你是用了什么手段，那不好意思，我也会寸步不让的。云长，你还是那么有自信。不过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从今天起。我楚天瑶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。